综艺大爆炸，不炸不知道。娱乐圈美女数不胜数，女明星美得各有千秋，尽管都已身为人母，依旧是辣妈一枚。剧中是好姐妹，圈中情更深。刘涛蒋欣微博秀恩爱，让无数粉丝招架不住。中国第一大狗仔卓伟澄清虚假传闻。综艺大爆炸，本期导师刘涛蒋欣大玩热吻，前男友唱新歌，顺便秀了大长腿。baby 自曝产后更顾家，辣妈 cos 金刚狼，水冰月霸气侧漏。杨幂从战国美到现在，跨越千年，轻松驾驭各种 style。明星从卓伟处买回偷拍超一元，这些年他跟漏了多少猛料？欢乐颂自去年热播后，引起一阵收视狂潮后，紧接着就开始筹划第二部的拍摄。五位女主在剧中的深厚友谊让人羡慕不已，要知道她们私下的关系也是不一般哦。刘涛和蒋欣就曾在微博上大秀两人嘴对嘴的亲吻照片，蒋欣调侃说，伴着红颜旧，我们洞房花烛了，孰攻孰受，你们的眼睛该是雪亮的，本宫就不做解释了。网友们都纷纷感叹，吻得好深情，不过有这么发烫的 CP 吗？在一起也在一起。前阵子还举办了欢乐颂二的发布会，欢乐颂舞美回归，齐聚上海。除了五位女主，在剧中关雎尔携男友邓伦出席现场，邓伦以一身帅气的西服精彩亮相，不仅开嗓献唱，更在现场学习了肚皮舞，引起场内气氛高潮不断。小鲜肉邓伦在剧中扮演的是关雎尔的男友，其帅气的外表让无数女粉丝荷尔蒙爆棚，引燃少女心。据称欢乐颂二将在5月11号在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播出，想必粉丝们都已经按耐不住内心追剧的激动心情了吧，那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这两年了，我都觉得好像慢慢的我把自己都活成了他的样子。嗯，真的有安迪的影子了。特别有，特别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也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Angelababy 自打爆出怀孕消息后就开始专心休产假，迎接小宝宝的诞生。在这段时间里，粉丝们都时刻在关心着 baby 的身体状况。据台湾媒体报道， baby 产假即将结束，并且开始准备接拍各种新戏和节目了，同时还和美女摄影师陈曼合作拍摄了主题为次元壁打破的正确方式的一组时尚照。照片中的 baby 以各种炫酷的二次元造型还原经典动漫人物，其中最让粉丝为之疯狂的就是那组美少女战士的 cos。当他做出水冰月的一系列经典动作时，让人不由得想跟着他喊出那句代表月亮消灭你的经典台词。他还在采访中直言自己曾经痴迷美少女战士，还透露黄晓明还送过他水冰月的生日礼物。除了少女心爆棚，暗黑风格的 baby 同样帅到炸裂，一组金刚狼 cos 霸气侧漏，一身黑色皮衣尽显 baby 产后身材，没有丝毫走样，依然是如少女般性感轻盈。当粉丝们称他为最辣酷妈，当被问起复出最想做什么事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两秒后便说，其实也没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平和好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吧。那我们就祝愿 baby 在今后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中都能顺利幸福吧。娱乐圈的美女层出不穷，我们大幂幂的颜值可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无论是古装还是现代，各种风格的通通驾驭。不仅有颜值，幂幂的演技也是征服了越来越多的观众，这几年好戏不断，更是让她的事业风生水起，可以说是跨越千年，轻松驾驭各种 style。从仙剑奇侠传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古装造型一直是美若天仙，到现代剧的翻译官的热映更是引起了无数粉丝的追捧。剧中杨幂塑造的独立的现代女性形象更是深得人心，如今当了妈妈的秘密少了一些少女的青涩，多了一些女人的成熟和知性美。另外她还加盟了腾讯视频的全新节目《明日之子》做首席新推官，就是在节目中带领明日之子们吸粉的人。在节目的发布会当天就公布出了首席新推官，也就是我们的大秘密杨幂了，这也是她第一次加盟偶像养成类的节目。其实杨幂自己也有开公司，会培养一些新人，也算是有经验了，还是很期待我们的大秘密带艺人的，肯定会和大家打成一片了吧。预感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又有新的小哥哥可以追喽。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好看的呀。号称是中国第一狗仔的卓伟可是一位让中国明星们都恨到牙痒痒的一位人物呀。从他身上爆出的明星绯闻那是数不胜数啊，文章出轨门、白百合事件，这些个惊天大料在娱乐圈引起的风波可不比原子弹的威力小啊。近日卓伟大大突然间自己上了热搜，原来啊是卓伟工作室摄影师突然发出了集体离职声明，卓伟大大一下子陷入尴尬境地。有网友甚至还微博提问卓大大打脸不，但卓大大还是一贯的云淡风轻。离职风波没多久就有人揭秘了卓伟工作室的挣钱之道，据说明星从卓伟处买回的偷拍超一元。之前 M 姓男星事件曝光后，第二弹被其用700万元买回 C 姓大花女性的大料直接卖了500万， S 姓男星买料的钱没有曝光，但被偷拍的女生已经直接出道了。可最新消息称风行发布了严正声明，驳斥收商业封口费谣言，提出明星买偷拍内容纯属凭空捏造，造谣污蔑，风行公司将保留通过民事及刑事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看来这明星买偷拍的事也都是捕风捉影了。
爱你却按真是没消停的时候。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